天梦想哥哥的魔法书一些私信哦。刷火锅也可以的啦，你就当多喂我一点嘛。星星哦，
上分啊？没玩游，没玩游戏啊？玩游戏啊？哦，对，今天上班了，是不是？修这么久啊，羡慕。苏苏，我这个礼拜灯都亮不了，去叫一个。看把孩子饿的，可不可以点蜜头喂一下？给你一个色诱我的机会。苏苏，老公，苏苏老公，好不好嘛？行不行呀？拜托拜托，你最好了，我爱你呀，人家要吗？哇，谢谢，好帅，老公也太帅了吧！我要乖。要听老公的话，哇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这谁受得了啊？这谁顶得住啊？谢谢我苏苏，我要乖，要听老公的话。游戏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游戏哪有老公重要啊？老公当然是。只差500块钱就能过宝藏了，我只差500就能过宝藏了。我突然觉得我又可以了，我觉得我凑一凑可以的。谢谢我苏苏，真好。还有一个小时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突然觉得有戏。现在是不是卡了？你换个号，你换个号，我这边也发不了。你用你那个助理号看能发不？仙人天选哥哥，对，最近严，虎牙可能后台私信卡了。
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。在我的腿上吧，我今天穿了黑色的袜子，黑色的袜子啊，就过了，我闭眼休息会儿。好的，你看我这个袜子边好不好看？黑色的，我都没有穿过这种，总觉得好羞耻。还不错。
松，要把把灯笼更好，你懂的。要，四星是不是好了呀，鸟姐？四星好了是吧？欢迎最后哥。好的，刚才虎牙后台卡了一下，四星没发过去。今天没卷头发，谢谢了哥哥，谢谢大灰狼、灰太狼、哥哥那样的蛋。幸福了，开心。好的，晚安，晚安，弟弟，我要死。
睡觉呀？我都说了，让你过来陪我睡觉嘛。老公，要抱抱，别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。我拍拍你，你就睡着了。小钱包可以给你靠呀，我会每天晚上
开学了吗？嘉豪开